天生丽质林夏薇雪白肌肤，颜载露露童年照曝光。网民：小时候和现在一样美。正所谓女大十八变。放眼看下去，现在的女生大多数都是从平平无奇的样子变成女神大美女，但其实还是有些女生是从小美到大。就好像现在30岁的香港艺人林夏薇，近日她在剧集《逆缘》演出亮眼，而日前她还大方地分享了一张同名照，可以发现的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她和现在成熟的她样子一点也没变过。林夏薇今年30岁，不惊不觉入行7年，早几年还嫁为人妻，但作为人家老婆的她并没有把自己收起来，反而还时不时的晒好身材一解放。就好像最近热播的剧集《逆缘》中，林夏薇文青眼镜娘的造型深受网民欢迎。林夏薇除了身材皮肤保养得好，漂亮的样子从小到大都没变过。日前她在社交网站上载一张童年照，可见她小时候就是个静女，五官相当精致。而林夏薇中还做同一个表情等大家对比一下，由小美到大真是令人羡慕呀。